今天我们吃的酿豆腐，是一个哈嘎菜。我也忘记几时开始我吃这个酿豆腐。不过我记得那时的选择是很少的，这一盘这样最多有二十种，也只有两个选择，汤或者干。这里真的很神奇，它有超过五十多种口味，多过五种。等一下才一一解释什么口味，好，让你们有些惊喜。最惊讶跟惊喜是它是哈辣，就是我觉得新加坡就是有这个好处。如果你是一个哈辣，他就可以介绍给我们的那些穆斯林的同胞或是我们的朋友，吃到客家的酿豆腐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感觉。对，可以跟他们解释客家的一些文化，对，他们怎么开始让这首那些豆腐啊这些，感觉很好很好。只是今天找不到一个马来同胞来跟我解释这个清汤，它的汤底很好。对，但是你喝了很喜欢。对 ，When I was little, this is always my favorite dish because I like very clean and natural taste. They have soy bean and they have this dry anchovy, which make the sauce so tasty and not rich, which I always take good care of myself.And also, they have two range. You can choose to eat dry or you can eat in a soup way. And I like them so much is that when they use for the fried item, they actually separate it in a different bowl, which I think these small little things, they really do it. And I found that it's well respect and really mind me, you know. Yeah. Then how about you? Actually,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soup. Have you ever been to Hong Kong? Yes, I have been to Hong Kong.新加坡嘅時候，佢哋仲嚟咁講究，好似依間店咁樣，佢係用西多魚嚟買嘅。咁每一日佢都係做新鮮嘅，即係賣完佢先再做過，賣完先再做過。初頭我嚟新加坡嘅時候咧，我發覺好多釀豆腐佢都係放咗喺度，可能四日，可能兩日，所以食落去都唔係好新鮮咯。其實我覺得釀豆腐最重要係佢嗰個魚肉，佢真係打得好爽口，同埋。好多人又再做唔到呢一點，就係入邊有魚嘅味道。呢一度係真係做到，所以當佢釀咗落去，無論係蔬果啊，或者豆腐入邊咯，你除咗食到個豆腐味之外，最重要係食到呢個魚味。所以點解呢度好食就係因為呢一個佢嘅鎮定之寶。其實你們來就看到那些阿姨在那邊做，先做先買。我介紹一個口味，你們會很開心嘅。很棒。酿豆腐是很出名，我相信去马来西亚 KL 都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很出名的，这个酿豆腐，很棒。我不知道要不要多此一举解释那个口味，酸酸甜甜，不过有点辣味。这个安邦真的很出名，它就是那个靠那个汁，很开胃。当然，安邦那时候我去吃过，我在 KL 有段时间，十多年了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在 KL 是有段时间，每一个星期都去吃一次。其实他们的新鲜的那些酿豆腐也是很好。跟这里一样，很新鲜，而它那个汁很好。你有安邦，我有泰国的东阳，他东阳也是。他有马来西亚的安邦，我有泰国的东阳。其实东阳是很开胃 ，very appetizing. So sometimes I also like to have a change. So I will order the东阳 soup because 东阳 they are not so spicy. I really like the way they grate the sauce, just nice, a pinch of sour.And a little bit of spice, which always suit me. And as they have mentioned, the fish meat is very fresh. So I always come back for this dish. 其實我覺得呢度佢除咗清湯真係好清甜之外，你冇諗到佢連辣沙都做得好。佢個辣沙香味啊，除咗嗰、那個蝦味，蝦味，咁佢仲有加埋嗰個椰漿。好滑的，整个圆，我觉得做得好。我觉得这个难度是因为酿豆腐哦，它打破一个很大的传统。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不是汤就是干。对，是啊。走多一步安邦，我觉得还好。因为安邦是这个很出名，它有点酸酸甜甜是 OK。然后就要东阳，辣沙就是。很适合，很适合。我都有点惊讶，上几次来吃的时候，当我试了这个味道，可以，尤其是你放这种上酿豆腐的豆腐哦。哇，一流哎！它吸进了那个辣沙，哇，一流！
我比较自私，刚才我们选择要介绍什么的时候，我选了两个比较传统，一个就是安邦猪肉，第二个就是真正的客家的肉丸。味道是怎么样？其实它是一种甜酱甜酱的。对，等于说你们吃干的时候，它是也是有给你这个酱的。来，你们每次它给你一个甜跟一个辣，大概那个味道，不过它是比较鲜一点，比较好吃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客家正宗。如果你们要知道正宗的客家的酿豆腐是怎么的味道啊，这个就是了，你们可以来这里试一试。好，这个就是正宗的那种客家。对，还有一个这个拉面就是 noodle。You know, 它的 noodle 是 made of beef, stretch and foam, and together, 它夸张。So you know how it is, and together with the black sauce, I don't know how they blend it. It's so even, like every strand of the noodles, you literally can eat the sauce and the noodles. It's like, where can I get this so marvelous? 你看我这个玉米。其實它是用魚肉哦，你慢慢慢慢整到佢面，肉面有一個好處就係佢食到嗰個魚嘅香味，另外佢一條條會 Q 口嘅，咁加埋個清湯，呢個嘅配搭我覺得真係好唔錯。為什麼有這個有蓉菜咧？是我自己叫，這個是私心嘅，因為我那時自己叫了一盤來吃，我覺得很多味道呢，所以我這次再叫。很像马来西亚我们吃的那个有蓉菜一样，那个汁很像，它放了芝麻，它的红菜用的很新鲜，有新鲜的红菜放在里面，再来配这个汁，就完成了这个完美的红菜，和蓉菜，很好。买个鱿鱼好新鲜，对，它配那个汁配的，因为鱿鱼嘅问题咧，就系如果一煮耐咗咧，佢又硬，系，但系呢度唔会，仲系好 Q。I like the paste. The paste is also very nice. The paste is very good. 它你还把那个豆腐也是干干的，你可以蒸进去就可以吃到了。你看，其实我的 paste 我可以这样喝的。牛。真的 very good。这里你们应该来 try 一下。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推荐，就可以带你们的马来同胞来。对。不遗憾，水准可以去到，我觉得。很多不同种类的种类的材料，还有很难得找到这里，很难得找到这么好的地方。